接下来在我的左耳，我们的道相公所，卢科长，哎，大家好。那这个在相公所呢，我们讲讲的。好了，他就没什么好介绍的。好，在我们最右边，我们请他自我介绍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蓝心乐团的贝斯手一乐，谢谢。是我们的团长啦，他总会找出来那个发型来。对，好，我们接下来看我们最后面被隐藏的人物哈。让我们掌声欢迎站着跟坐下一样高的唐胖虎啊！看起来吗？好了，你们的喉咙不会痛吗？附近有药局。因为我们的鼓手难得被音箱挡住了整个。真的呢，他被挡住比较帅一点。好了啦，接下来我们带来这个真正的我们自己认为的最后一首歌。认为那个我们这首歌哈，请大家帮个忙到好乐迪或是钱柜点一下这首歌，这首歌叫《等待与期待》。你点一次我们会赚0.2块。对，去年结收是17块，第五次是3块。还没有开始就尖叫，你这些人。